他这个画的就是没有赵子珍那么灵巧。 你看他有时候这个转弯的时候比破绽就出来了，你看这边，如果赵子谦的话，他不应该这样，他还有这种的，跟这个唐玺的这个虚一样的态势，赵子谦不完全是，但是这就像很好的右边走，很好的左边走到一样出现了，只有是我现在手臂坏掉，现在手鞋才完全不了，结果手抓抓抓抓败笔了嘛，败笔没办法，这个拖出去，没办法拖，现在是这个中国很多嘛，中国很便宜，但是你没办法，这里面现在水就倒运费太贵，运费太贵了，不是。